萧煌奇推出新专辑《灵性》，我给你几杯。出席活动挑战调酒 DIY， 不胜酒力的他，一调完竟然直接毫无瘾，吓坏工作人员。做事乐一下就好了，来，灵性，我给你几杯。哎、欸，你摸你怕谁啦？因为听说那个，听说黄芪那个不胜酒力啦。我酒量不好，就是差不多就是一杯红酒或者一杯啤酒，其实就脸就会变红。哇，我的脸好红哦。我不应该喝那一口的啦，因为刚刚的那口酒，萧煌奇直接醉驾明昂昂。将推出新专辑的他，不止和人生干了一杯，他也把许多感触写在不同的歌里。新专辑有一首歌叫《我是香蕉》，是指哪个部分呢、啊？我把香蕉比喻成人的一种表现，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弯腰一下，其实。不要太计较人生，其实笑一笑就过了。萧煌奇比喻人的表现像香蕉，也把对人生的感触化作一杯酒。这回自制调酒意味着向星级 Cheers 率先祝福专辑能够大卖啦。完全乐李晴林快运采访报道。